要买要买点。两个蛋好多只嘞。有个蛋。这个人尿尿，你看。还是尿吗？哦，没有啊。让他吃。那哥哥这里，这个上面这个门槛好高哦，对不对？那有两只包在里面。那你是不担心这样子给牛排骨啊？真的。他把它拿出来吃。他干什么？走啊走啊。赶紧的，太早了，我不敢了。站起来。走。掉回去。七，这边有七只。哦，他的特征哦，对对，他越种越花钱，花钱就越种。哦，不是年纪越大，不是不是。对。要聪明。他在表演。在玩啊，这是小 baby 啊。